我虽然腿最远，但搞不好会滑最远啦。我是运动员六号，心里我抽666。我是运动员七号李宁，我是最幸运的 97。我是运动员八号李杰，我不会滑。我是几号？九号。我是九号。我是运动员十号 AB， 陈胜威拿下盗垒王，我就要拿下活垒王。我要运动员先试了吗？来，我这边等一下，因为七点半要出发，然后所以现在开始要先试滑了。好，试滑，撑了，现在先试滑，各自试滑。那怎么？
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